现在要出发去三创参加音乐节。我们现在抵达三创了，今天要参加的是三创这边举办的梦想音乐节。彩排结束，今天表演的场地还蛮特别的。你在吃什么？看起来怪怪的。是冰糖。冰糖就是润喉的，觉得今天喉咙干干的，所以带了冰糖来吃。不要误会我。误会你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是正门，参观结束，我们现在要来收我们的东西。我们一直在绕迷宫吗？拜拜拜。有包裹哎、
可爱哦。今天呢，我们是在台北演出，所以可以比较早就回到工作室。最近其实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制作我们的最新单曲，相信它近期内就会跟大家见面喽，请期待。今天晚上的最后一站呢，就是我特别冲去了这一间店。之前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过以后，就一直对里面的抹茶系列蛋糕念念不忘，所以今天特别去外带了一个，开箱一下。哇，我把它拿出来了，好紧张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太好吃了，抹茶加草莓。